肝癣案例。杨女士肝癣历经十多年，每日操作方法：一、服姜泥两次，但因很刺痛，后改用姜水喷洒拍脸；二、头部原始点用暖暖包24小时温敷；三、自行用工具按推头部、上背部、手肘；四、早上练太极拳75分钟；五、姜汤用量每天2斤半，熬煮成2碗，其余饮用姜粉。2014年3月25日，2014年5月14日，使用原始点前后51天，面部明显改善。